有好多宝贝都羡慕我能养这么多的猫，还有的宝贝说养猫就是比养狗好，养狗会拆家。那么大家请接着往下看。首先，这是我们家的初一杂技师傅，常年玩杂技，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窗帘秋千秀。看这熟练的攀爬技术，真是让我挺上头啊。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家老二了，他在报复这个沙发脚，原因绝对不是因为老二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沙发先动的手。这个沙发对我们家老二的指甲盖子图谋不轨。作为我们家的老祖宗团子，我们从来都不挠沙发，我们只是在上面摸摸爪子。家里其实什么都有，猫抓板、猫爬架，但是沙发依旧是他们的最爱。你看这流苏版的沙发多么的好，多么的精致，还有这个电动车的脚踏板，小猫咪真的没有什么坏心思，只是想剥层皮儿给它换个颜色。最可怜的要当属我们家的窗帘了，这窗帘跟着我这辈子真是没白活。原本平平整整一点意思都没有的窗帘，现在被我们家的工人师傅们改造成了流苏版。你看看这个收益哈，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，是吧团子？你看你发什么脾气啊，我没说是你弄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不管怎么说，谁让他们长得可爱呢，让团子给你们放个鞭炮吧。咋样，挠得爽吗？